女人都不可以。叶中觉竟然发言，原来是因为没有控制在。叶总勇敢护妻，前脚还在和老婆亲亲，后脚就因为掉了挨了老婆的骂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愚蠢，特别可笑？最重要的是披着顾剑南的外套到了现场，然后他说我才是他的男人，骗你，叶总委屈。